民进党防疫大双标，正二代无法无天。秀出政运蓬跑行程的画面，蓝营指控他在居隔出关后立刻出席大型造势活动，恐怕沦为防疫破口。我们会具名来检举，请桃园市卫生局，你收到我的检举函。CDC， 你收到我的检举函，你就马上处理。依照卫福部现行规定，自主健康管理期间禁止跟他人从事近距离或群聚活动。那造势场合人挤人，郑运鹏算不算违规呢？他和陈时中、和郑运鹏，我给他们一个绰号，是桃园北桃三结义，义是疫情的义，北桃三结义。他本来就自主管理，那我也是快筛只有一条线，所以我们都维持了政府的要求。哦，那也不聚餐，哦，然后也戴口罩，那尽量保持距离，这一点我相信我都有做到。防疫保证做好做满，包含确诊居隔期间，总统站台誓师大会，郑运鹏以人形立牌现身，透过视讯争取选民支持。昨天交易就高，我们作为蔡市长把光剑给捆捆。参加解除居隔后首场造势晚会，郑运鹏遵守7+7防疫规定，大伙上台拍合照，他只派出立牌代打。有关媒体报道，该案例尚无违反自主健康管理相关规定。卫生局证实郑运鹏没有违反防疫规定，只是防疫话题也成了选战焦点，但画面会说话，回力标在打脸蓝营。记新闻吴俊伟、杨仲祥、徐荣彩报道。